正月十三是传统的灯头日，传统习俗是在厨灶旁点灯，称为点灶灯，主要是为了试点为元宵节做的花灯。这天也有祭拜关公的习俗，有种贡品叫天碟子，一粒粒大黄豆被排成一溜溜屋檐，把大豆、瓜子等农作物种子染色，用竹棍嵌接，一层层码在有几个碟子架起来的造型上，这是民间手工艺品天碟子，将其搭成漂亮的亭台楼阁，供奉在关公像前。据说这天也是海龙王的生日，有些地方风俗也称海神娘娘的生日，因此渔民会举办精彩的祭海活动，期盼风调雨顺，渔业丰收，祝君心情无限量，喜庆身边绕。